我刚刚收到一个全新的消息，我的观众说，看我玩了这游戏，也下载了这个游戏，发现完全不需要交女朋友，也不需要有朋友，只要有这个游戏就好了。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哇，我们这个做如此多元化的实况组啊，哎呦！哇，这是什么游戏啊？原来这一款叫做《霸王之野望》，我也玩过蛮多类似的这种游戏啊。因为毕竟我也是很爱打架的、啊。It's really exciting. It's like you burn other people's house. 赶快拿出你的手机，这个 QR code 给它扫下去。首先，我们一进来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不敢先升到九级吗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九级就会被人家打。我相信你们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人讲解这款游戏，但是我的流派就是跟人家不一样，我就是走兽人流，我们就只打架，我们就只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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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狂打。首先，我们先看一下乐乐小可爱哦。哦，原来有乐乐小可爱在直播，你还可以私聊，欢迎加入家族。我不说了，我今天的家族想要加入的其实是小港王国，不知道小港王国收不收我满？我们联系啦，联系啦。请问小港王国可以收留我吗？相信哦，他很快哦就可以那个了啦。还有最重要的，我跟人家的流派都不同，马上来就是先进去绑匠所，我们直接来个十连延缆 SSR 会不会在这时候出现呢？ SSR 确认，嘿，我们就招个妹子，看到有妹子就招。我们这个是海鲜王国，有敌人来了，怎么了？我们被打了吗？看一下外面啊，看一下外面啊，直接打了啦，兽人流啦，没有再给他那个的啦，出征了啦，就先派个阿菜宝贝，完成，通啊，扁他，完胜了啦，完胜了啦，还敢秋啊？你们世界地图啊，点进去啊，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城，所以你基本上呢，差不多把我围绕一圈围起来。那一样啊，你出兵的时间再回来的也是要算时间的，你不用待在那边看，我们直接回到城里，能升的就把它升一升啊。我等远离故土，不知城主将如何对待我们。我有要事情，稍后片刻，笑死。好，就这个了吧，我们就遣派这个这位先生交给你了，击败两个二级的上落武者，不知不会念兽打猎，古代只冬天打猎，古代只放火。哎呦，这个是这样，这个会打架是会赢的吗？这个去打架会赢吗？很难说欸。我们再来抽一下啦，我们这个没有抽到厉害的齁，我们都是不要的啦，十连抽，嘿，有妹子就登用，其他全部不要，这游戏就是这样玩。嘿，该来一个了吧，我们是不是又需要一点有大脑的人啊？我们不能只看妹子。好啦好啦，做任务啦，做任务啦，打架啦打架啦，派个两个小狼狗陪你啦，出发啦，我们是兽人啊。孤征军团已达上限，诀问所要12等，哇，所以这个游戏就是齁不断的升级啊，不断不断的升级，我们是非常有学问的人，我们去出城看看啊。好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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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扁开扁开扁开扁，我们直接用快速走路回家，哇，有如飞奔般的，看一下这个速度有多快。我们去打别人家好了，我看一下这个地图上谁比较不顺眼的，我看看哦，这个城9等欸，我们去侦查一下，先侦查。好，你没什么事做就交给你去了，后面这个城不好说，不过这个应该还可以吧。欸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玩这一类的游戏哦，我也是有一席之地的。想当年我玩这一类的游戏跟那个第一工会在一起哦，受不了，全部人被打得不要不要的。先查个水表。欸，未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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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兽人有在怕的吗？打不打吗？打不打？好啊，打啊，没有想这么多就打。扁他了啦，扁他，编辑队伍，拿出最牛逼的。因为其实哦，玩这种游戏啊，我讲认真的啦，都要看说，欸，他稽查他有什么兵比较多，然后我们就用什么兵去克什么兵。所以呢，我只要做好我的部分，出发，兽人不管什么兵，直接往前冲。你们觉得会不会赢？你们觉得会不会赢？快点，来喽来喽来喽，扁起来喽，打成了打成了，领刀修凯，耶，
爽 ，OK， 陈直接把他打爆了，我看谁敢当我的邻居哦。园艺功能开启，君主可以要好友，都没有人加我好友的吗？好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刚收到一个全新的消息，我的观众说，看我玩了这游戏，也下载了这个游戏，发现完全不需要交女朋友，也不需要有朋友，只要有这个游戏就好了。好啦，我们就是要去扁这个哦，我看一下下面还有没有什么城。哎，这些城都比我大很多，我不敢打他们。可是搞不好他只是看起来大，你知道吗？看起来大，但是其实没有这么大，里面是虚的，就扁他了啦。这个也才六等而已啊，扁了。很多人都在那边采东西、挖矿，小朋友才采集，大人都是用抢的啦。十二等的城是不是？我就不信我打不赢啊，出发。有攻守是不是？我觉得目前用这一套随便扁都随便赢。我觉得目前用这一套随便扁都随便赢啊！刚刚我一去他就烧起来了，刚刚我是打输了吗？他还侦查我了，他来了！跟他说哥，请你不要。好啦，这个游戏就叫做《霸王之野望》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想要占领全日本的话，那你们就赶快下载来玩，知道了吗？